常的荣幸，也非常的高兴，能够邀请到何宇校长到本校来，早上做了一场非常精辟的这个大讲堂的演讲。那么下午呢，接着能够跟本校来签订这个合作的交流协议呢，我个人仅代表学校，这个表示感谢以及欢迎之意。长崎大学，其实我不用介绍，有162年的历史，特别是在医学这个部分呢，是非常的发达，发展的非常的快速，是一所综合的这个大学。那么我相信呢，未来跟我们刚刚在我们的介绍影片里面所介绍的很多科系呢，我相信实质的交流啊都可以对接。我想未来我们两校呢，除了学生的交流，我们希望建立比如说双联学位的关系，或者是共同研究的关系，比如说这个上个月我们跟长崎大学多元文化的科学院签订了一个学术交流协定，等等这几个方面，我们都希望能再深入的来交流。最后呢，我祝福两校的签约一切顺利。何宇校长他们在台湾的旅行呢，这个一切顺利愉快。先由徐校长致赠长崎大学签约礼。はじめに上学長より長崎大学へ調印式の記念品を贈呈いたします。今年礼为中国文化大学校景旗、校徽古铜币及留言琉璃结伴。記念品は文化大学のペナントおよび大学のロゴマークが入っているコイン、そしてガラス製品のオブジェでございます。留言琉璃结伴设计概念源于故宫国宝翠玉白菜，意欲两校结盟的何宇校长致赠中国文化大学签约礼，请徐校长代表接受。続きまして、河野学長より記念品の贈呈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这是我们长崎地区就是有名的那个叫做。一个是桃子，一个是瓷器，这个是长崎非常有名的蛋糕。一点点 ，OK， 谢谢，好，谢谢。先看这边，再看这边，谢谢，谢谢。